新蒲崗一棟工業大廈昨晚發生三級火警，焚燒近九個鐘，朝早火勢大致被救熄，冇人受傷。消防到場，升起雲梯，用工具打破窗門，俾濃煙消散。煙霧隊拖後進入火場灌救。現場係五方街永濟工業大廈九樓，一間儲存手機殼嘅倉庫同埋辦公室。消防昨晚10:15接報，話有塑膠同埋紙張著火。由於現場濃煙密布同埋有塑膠物料，消防喺11:45將火警升為三級，動用四隊煙霧隊、三條喉灌救，至到朝早7:00火勢大致被救熄。火場仍然有少少白煙冒出，一個消防員唔舒服，經治理之後無需送院。消防話起火原因冇可疑。初期咧就這個火嘅係喺嗰個單位嘅一個角落嘅位置嘅。咁我啲同事咧係經過灌救之後咧，因為嘅火牽涉到咧啲塑膠物料，所以咧濃煙就不斷增加，所以我哋咧就隨即喺晚上嘅11:45咧將佢升為三級火警。佢嗰、那個設計咧係一個長方形嘅設計。佢唯一嘅廠房嘅窗口咧，就係向住彩虹道一片窗口，所以咧喺個散煙過程之中咧，係出現一定困難嘅。經我哋初步調查咧，起火原因咧就並沒有睇到有可疑嘅情況。